OK， 兄弟们大家好啊，我是大炮啊。今天的话给兄弟们看一把比较精彩的比赛，也是五专冠号的话我自认为打得非常精彩的一把比赛。最近的话也是有点感冒，所以说的话视频的话兄弟们自己看，兄弟们也可以点评点评。这边打的话是一个剑盔单挑赛的一个模式，两边的话切入战斗之前的话都是不知道我是什么门派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门派，所以说的话打这个的话比较有意思。有的人他不会带特别多的武动单，所以说的话有些时候啊风系会比较有优势一些，他不像擂台啊，擂台的话都可以看得到对手。来，咱们直接进入对局，兄弟们自己看，我就不多比比了。节奏不好啊。
么快，我操！他妈宝宝没放进去，我错了。我没关系。